各位投资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李冠馨。台北股市今天收盘的时候啊，这个可能是因为一些指数调整或怎么样。我们看一下电脑画面好了哦，你看到这个像2330的台积电，今天收盘15000多张，对不对？这种比较大幅度的调整，类似是，当然不知道什么指数调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没带你买台积电，所以对我来讲影响不大。但是投资朋友，整个七月份。我很想本来把标题要写光辉七月，可是这样子好像每次光辉四月、光辉五月、光辉六月，每个月都很光辉，大家觉得我偷懒，我只好用另外我很喜欢用的这个叫什么？更进一步，其实前面啊本来有四个字叫百尺竿头，可现在百尺竿头啊，对不对？被乐声收购之后就没有百尺竿头这四个字啦、啊。哦，乐声收购去收购乐声完之后，哦，不过纯粹开玩笑啦，我只是告诉大家。七月份还真的是非常的光辉的一个月，为什么？投资朋友，我们回到我们看到电脑了嘛，对不对？台积电，投资朋友，你有看过台积电连续两天涨停板吗？我告诉你，你看到啦，对不对？可是我问各位投资朋友，台积电连续两天涨停板，你赚到什么？我在路上遇到，我讲的嘛，昨天讲的，说什么打亚米的，对不对？这是一种，还有遇到什么买旺宏的，也是有。都有，对不对？很多人根本在这几个月，应该说从五月份以来，绩效非常的凄惨。但是我们呢，投资朋友，我们不一样哎。今天创新高的双红，对不对？今天创新高的双红，今天创收盘新高的巨阳，对不对？今天、昨天创新高的台达电，没有错，昨天最高点，今天。差一点点过，但是不重要。重点是我也跟大家讲过了，这里你就让那些寿险想卖的让他卖一卖，充分消化完还卖压之后，对不对？继续往外资的第二目标走，这是我的操作逻辑，一点都不难，对不对？这真的一点都不难。那为什么是光辉七月？投资朋友，我们本月有两档股票，报酬率超过一倍。我先讲有卖的啦，好不好？有卖的，没卖的先不算哦。没卖的也没有到，哦，没卖的是6443的元晶没有到，那就不要讲，对不对？一档叫光阳科，另外一档叫什么？另外一档叫做元刚，18块多到40块，光阳科27块、26块到54块，而且光阳科现在我们一张都没有，元刚我们那次在怎么样？我们在跌停板有接回来，好不好？元刚我在这一个跌停板有接回来，所以元刚我还有。但是光阳科我们现在一张都没有，一张都没有。你要反弹是你家的事，与我无干，对不对？反正我已经赚完一倍走人了。这是七月份的操作啊。这档股票还没一倍，所以我还没有出啊。8.8元一倍要多少钱？投资朋友，对不对？8.8乘以2是多少？是7.6，再1块多，我再出一半，好不好？这是我的操作啊，全市场谁不知道？我请问你，我说如果我不去那个时候买光买这个买，我如果不去那个时候去买元晶的话，也有别人会去买。你说我有没有猜对？有啊，昨天就有人去买啦，对不对？昨天有人告诉你元晶单月转亏为盈，我都在连线的时候讲过至少2周以上的这个东西，他们昨天才发现到，还告诉你每天只能买29张，不用全额交割，赶快去买。随便你啊，随便你啊，我们买的时候根本都不用在乎，你要敲100就有100，敲1000就有1000。你为什么不在8块8上车呢？我搞不懂啊，我真的搞不懂嘛，对不对？明年上看2到3元，随便你啊，反正我告诉你，欢迎你们来抬轿嘛，真的很欢迎。我在上个礼拜五收盘前去买那个88块1的永冠，结果呢，上这两天一堆人去抬轿。我说真的，台教用心一点好不好？结果没有抬上来，你们丢脸呢、欸？你们，对不对？你们真的很丢脸，不是我，我买在低档的人。我们上次买多少？77到76，哎，对不对？这一次买多少？88块、89块。你们去台教的人怎么没有认真把教抬上去呢？投资朋友，对不对？我讲的嘛，等你来叉叉嘛，对不对？等你来叉叉啊，8块8。当天涨停8.88，投资朋友到16.2元，我讲的嘛，继光阳科、元刚之后，又一档获利要直奔一倍了，而且我们一张都没出，
你说会计师，你都中小型股，没什么好讲的。我看到有人做那种几百张，更扯，对不对？要中小型股没什么好讲。我请问大家，这种是中小型股吗？投资朋友，我今天会员他一档创新高，叫做新星，哎，打从这一次股灾的时候31块钱到现在为止，他没有在一个月里面涨了一倍，他不像元刚跟光阳科那么厉害，但是他慢慢的也涨了超过一倍啊。结果你有没有搭到这个车？我请问你，你有没有搭到这个车？没有嘛，对不对？你根本没有搭上这个车啊！还有人在唱衰我的玉金光，随便你们。我告诉你，千万不要等到哪一天玉金光创新高，你怪我说没跟你讲，好不好？我跟你讲过啦，投资朋友都跟你讲过了，是你自己不相信而已，对不对？还有包括这种，哎，投资朋友，台积电第二，不，台达电第二。他叫什么？他叫巨阳啊！我为什么叫他台达电第二？不是因为他能够做台达电做的那些 power 啊，做那些什么电动车的什么驱动那个什么电动车的什么动力驱动啊？不是，是因为这家公司让我发现到，哎，现在股价才100，我看到说150、160，股价才160，为什么那么多外资目标价写在200以上呢？台达电也是我这样看到的啊，我在139看到有外资看180、189。180、188的，结果我做到160块、155块的时候，我又加码，我发现到外资开始慢慢把台达电的目标价调到200以上。那你知道吗？昨天台达电法说会，他说未来的毛利率希望能够维持在30%以上。来，外资又 K 笑了。来，我们先来看台达电好了，我们先看台达电。来，法说会内容等一下再看，对不对，高先生？对不对 ？Same goal， 对不对？哦，高先生他告诉你，我们再把台达电的目标从230调到250元，对不对 ？Much more to come 嘛，投资朋友，高先生跟你讲的嘛，重生买进嘛，对不对？哦，未来的这营收有多好啊，对不对？哦，什么什么什么，这获利怎么样？获利要上升啊，毛利要上升啊，对不对？还有谁？这个头被剪掉了，朋友传给我的时候头剪掉了，这是元大嘛？元大把它从210元调到245元，对不对？元大这不是外资，这是内资啊。但是他写英文报告。还有大华，对不对？还有大华目标价怎么样？从210调到230元，对不对？就这样子。其实不止他们，一堆啊，这边列了一堆嘛，好不好？列了一堆，除了高盛的，哎，高盛也是升，好像几乎所有的外资啊。多半不是看优于大盘，就是建议大家买进嘛。你看，包括是什么？瑞信208到216，对不对？优于大盘，对不对？哦，永丰就不要看，是台湾自己的嘛。哦，216到231，对不对？高盛215到240，对不对？然后这个 CLSA 李阳刚提到的230到250，那元大呢？怎么样？210到245，哦，那这个大和国泰，哦，大国泰210到230，对不对 ？HSBC 哦，220到290，哎，投资朋友。哇，他是不是看错了啊？对不对 ？HSBC 看到290去了哦，那 Nomura 这个野村哦看到238，对不对？238，然后这个大摩呢看到250，然后这个哎不是野村，哎为什么有哦野村？下面就是台积电哦，台积电是野村看到490哦，证明中嘛，对。我请问大家，你要等到这个时候才开始去买台达电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当然不是啊，投资朋友。6月1日，当时它的股价就是138到139元，那个时候你就该进场了。我跟大家讲过了，我们当时是专人通知提前续约的会员，就在6月1日建议大家进场到140元左右。那个时候投信还卖超，哎，对不对？然后所有人一起进场都是148到149，然后15再加码，就这样子而已，没有什么难的。对不对？真的不难，好不好？真的一点都不难。昨天我建议会员先获利一半，因为我知道这边需要筹码换手。昨天最高有203块啊 ，OK 的，对不对？你不用等到外资报告全面性调升，你才去买这些股票。千万千万了，好不好？不用等到这些，你要知道，对不对？人家明明就很看好，你还不买？包括你可以看到我们讲的台达电第二。对不对？这不是刚跟他讲过了吗？
165嘛，对，应该是165嘛，哦，这里165元附近风险不大，对不对？风险不大，好不好？风险不大，看清楚，对不对？风险不大，对不对？玉金这个，我们买的是玉金光，不是大力光，两家外资调高台达电持股，这个懒得跟你讲了，投资朋友，我都秀给你看过了，对不对？我都秀给你看过了，你没有买那是你家的事情，不是我该负责任，好不好？你没买是你家的事情，哦，你没买是你家的事情，投资朋友。我第一次秀给你看这个什么 CLSA 报告都写得很夸张的 CLSA 看215元，接下来跟你讲，对不对？大摩调第二次，对吧？调到205，调到215元，请问大家现在股价多少？现在股价180，欸，会不会下礼拜让你看到200元啊？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反正我们在船上嘛，开心的不得了啊。你每个人都想要做短线，我知道很多人跟我说，老师你怎么做这个短线，对不对？明明这一天就有多少？7月15日最高就175，当天一堆人在砍，对不对？甚至隔一天7月16日最高还到186，比现在还要高。但是我跟大家讲，不用那么急，真的不用那么急，让你们这些短线客啊走一走好了。这些短线客看着财报做股票的赶快走，因为你看不到中长线趋势在哪里啊，对不对？你真的看不到中长线趋势在哪里，所以从6650张融资一路减到多少？减到剩1899张，代表什么你知道吗？你现在想要去放空哦，你假设要想要去放空，放空巨阳也不太容易哦，对不对？哦，还好啦 ,110 张而已啊，还是空得到，还是空得到，如果你有种的话。对不对？同时我台达电第二啊，都跟你讲啦，那台达电法说，我说真的，现在大家都很担心红色供应链，有一档股票现在我相信是坐立难安，叫做鸿海，对不对？现在你有鸿海到底是该卖还是该买呢？我节目上不给你答案，我怕得罪别人，好不好？但是如果你有的，你需要我们帮助的，我希望你真的不要吝惜伸出你的手，不然我怎么知道你在哪里？但是我只是提醒大家，我多久以前就告诉你了，我昨天在 Facebook 看到啊，对不对？乙哥黄奇乙啊，乙哥哦，乙哥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啊，三个月还三个礼拜前，他在财讯上还是在先探上面写说，我们台湾人何其有幸有台积电，对不对？然后呢，在过去也写过哦，台达电，哦，我忘记他到底写什么，对不对？他贴了两张，对哦，贴了两张。他贴了两张，哇，有点忘记，现在记性没那么好，一大冷丢啊。对，他说他三个星期之前，他写了一篇叫做《有台积电真好》，对不对？这个星期写了一篇叫做《鸿海到底怎么了》。然后他内文叫写什么？他说，在台湾投资人谈长期投资最爱的两档股票，股价大不同，就台积电跟鸿海嘛，对不对？然后呢，尤其是联发科的市值啊，超越了鸿海，广达股价也准备超越鸿海，台达电股价也来到200元左右，准备创新高价。多少人等待的鸿海到底怎么了？哦，我们就不跟你多讲什么了哦。这是在这一期的，这应该是先探还是先探？你有再继续买好不好？乙哥一直是我一个非常敬佩的长辈啊，我每次如果对方向不清楚，我跟他聊一聊之后我就清楚了。我还记得在有一年那个十月份崩盘那个时候，对不对？我去找他聊，他只给我一个方向，叫台达电。他跟我说这家公司只会越来越好。我说我这听不懂，为什么？为什么你跟我说这个台达电会越来越好？我那时候我跟他讲，我真的听不懂啊。我记得在这里吧，这里。李佳，他说台达电会越来越好，为什么？他说真正好的公司是不断的在并购别人，那些很阿里不达的公司是怎么样？一直把公司拆出来，在资本市场当中怎么样？论斤称两在卖。投资朋友，你看到了什么？今天台达电在做什么？台达电过去并了很多家公司，包括什么乾坤啊，
卡扎在做什么？在做电感的，跟奇力新是对手啊，他把它并掉了，对不对？他入股策略联盟的股票可多了，什么立端，对不对？一大堆，我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列出来了，对不对？他一直透过并购，透过各种方式，他全身子又把什么？把泰达电买下来，那本来是自己的公司，只是把他持股提高了，他一直在壮大自己。但是台湾有某一些公司，他一直在印钞票，他一直在把小金鸡，对不对？一直在卖儿子、卖孙子、卖孙女啊，对不对？卖到最后呢，投资朋友，你也被卖掉了。说真的，那些印钞票的公司真的是不足，你知道？这个怎么讲？这句话怎么讲？不可取啊，对不对？就像我也跟大家讲过，其实我过去曾经跟大家推荐过8016的细创，我讲过，你说现在好不好？说真的。我现在不跟你推荐细创，我会宁愿跟大家讲，我今天在连线讲这档股票叫升家，为什么？因为它七八月份开始好起来了，儿子都拿出来卖了，你就买儿子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讲，鸿海集团我们会员手上旗下剩下一档股票叫6416的瑞奇电通，我底下没赢的孙啊，对不对？我就剩这么一档，因为我长期看好网络安全嘛。我就剩这么一档啊！我当初也跟他讲过3029吧，对不对？哇塞，这厉害，这厉害了！01啊，厉害的不得了啊，对不对？我们在讲的时候，他崩盘20块、25块，后来文胜一直帮我们推嘛，恭喜他应该赚翻了吧，对不对？他一直帮我们推，恭喜他们，不重要。所以我说，一档好的公司，我刚刚讲的，乙哥说的不是我讲的，是不断的在并购别人。你不懂的话，回去看亚马逊，什么全食超市啦、啊，什么什么，他一直把别人一直吃下，一直吃，越吃越吃，体积越来越庞大，他公司越来越有价值。一家烂公司是怎么样？不断的把自己的儿子、孙子、女儿，对不对？全部卖出去，赚取资本市场当中的现金。我没有指谁哦，我没有指谁，但我不知道。我说真的，我家没有定先探，我不知道乙哥这两篇写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只告诉你，对不对？这是我得到的感想，这是我得到的感想，好不好？我们现在不讲了。台达电法说什么？他说红色供应链来势汹汹啊。海英俊说提高技术价值是关键，对不对？有些公司没有技术价值，他只会做组装。苹果说来来，我组装给立讯做，你的狗没什么，你就快要挂掉了。我跟你讲。对，你就快要挂掉啦，我们不好意思讲这些嘛，好不好？那他有提到什么印度厂啊，提到什么泰达电，对不对？提到泰达电哦，他说对抗红色供应链不是拼成本，因为永远都有更低，一定要摆脱红海嘛。这个红海的红不知道是不是写错，应该是红海的红吗？还是哪个红？我不知道，对不对？一定要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所以啊，泰达电很早就决定一定要在技术上领先。无论是今年的疫情，或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大环境动荡不明的研发费用依旧不减，保持啊技术优势突围，对不对？然后执行长郑平，对不对？郑平他跟你讲什么？他告诉什么 IA 啦、ICT 啦，对不对？电零组件表现都还可以，预计第三季会有第四季好，第三季比第二季好，第四季目前看不清楚，希望毛利率保持在30%以上。投资朋友，你看到很多公司，对不对？很多公司毛利率。毛三到四的，对不对？这叫毛三到四嘛，是不是？对不对？结果台达电的毛利率竟然能够保持在30%以上，你说呢？你要怎么投资？我请问你，你说毛利30%要干嘛？毛利率30%代表我营收只要增加1亿元啊，我就可以多赚3000万。毛利率3%代表我营收就算增加1亿元，对不对？我营收就算增加1亿元。我也只能赚300万的意思，这样你听得懂吧？所以为什么法人在选股会给予这种所谓高毛利率的股票比较高的本益比呢？这是这个意思啊，对不对？好、哦，这个意思，我们不讲了。Delta 不跟你讲了，刚刚讲过了嘛。台达电一堆人在调高，台达电，甚至回到最后一点跟他讲普瑞，投资朋友不好意思，普瑞跟翔硕我们讲到不想再讲了，成功不必在我啊，对不对？但是他们的股价真的更进一步嘛？翔硕现在眼看哦，投资朋友，他眼看要2000了，不知道会不会到2000，我不知道，他快要2000了，对不对？普瑞今天的股价也是创下收盘新高，投资朋友，
我不是往脸上贴金。事实上，我在这个节目，还有包括在非凡商业周刊，甚至在非凡股市现场讲过多少次的普瑞，你都算得出来，次数甚至比翔硕还多。翔硕我讲过没几次，我跟你承认，投资朋友，对不对？内容我不看了，反正现在外资说今年赚四十几块啊。那外资给他们目标叫到1400还1600，忘记了。今天的新闻，我没有外资，没办法跟你讲，投资朋友，我没有时间跟你讲这些，对不对？我只是告诉你，这是距离最近最近的那一期，1200期，我难得写大标啊，难得写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叫什么？对不对？疫战后的商机启动，第20页里面的产业板块大风吹，转单抢购概念股大单商机，本人我李冠清。对不对？就是本人我，里面我写到什么？去美化 VS 去中化的社会股。事实上这部分啊，对不对？我一共写了3期，你知道吗？我不是要骗稿费，我只写的更详尽而已。我没有骗稿费啊，对不对？我没有骗稿费哦。那你可以看到，投资朋友，这里面写的东西，除了信华现在呢，比较疑虑之外，今天外资调降信华平等，事实上我们早就跟大家讲过了。那比较疑虑就不要操作，对不对？其他的股票，投资朋友。名列第一名，我心目中的最爱叫什么？3661的四星嘛，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刚刚提的森家电子，光感测晶片全球智慧型手机市占率达42.5%，对不对？普瑞 PCIe 系列的产品有机会取代德仪，对不对？跟你讲啦，对不对？哦，这都跟你讲过了。翼龙电最近很厉害，触控 IC 出货给华为笔电，对不对？星星，我跟你讲哦，今天没时间讲星星，星星创新高了嘛？我当时提出来星星，六月份的星星多少钱？请你看清楚，6月2日星星的收盘价是44.3元，现在星星64块了没？投资朋友，现在星星64.3，多20元，涨了50%，这也是我的爱股之一啊，对不对？我说上一季华为比例已经降低，本季。今年240亿元的资本支出多，对吧？多数用在台湾先进制程的布局。投资朋友，我你看啊，对不对？我陪你啊，没有骗你嘛。投信呢，我在写的时候大卖特卖啊，他们看不清楚未来嘛，好不好？他们看不清楚未来，我也没办法。再往前去看，投资朋友，一年前的今天，好不好？一年前的此时，我在干嘛？1153期，我告诉你什么？融资使用超级低的股票，这个什么？这个题目真的很有趣，这是我自己找出来的。我找了几档融资使用率超级低的股票，告诉你这些公司未来可能会涨到你怎么样？涨到你吓死为止。里面只有一档股票后来没有涨，它叫做东洋，你也不能说它没涨，对不对？它其实有涨，但它涨得很少，它涨得很少，好不好？我里面当时提到的股票，投资朋友，真顶。对不对？你们让我提到股票真顶，我当时提到股票什么？维新，好不好？维新，投资朋友，这是去年六月份这时候去年七月份啊，虎年去鬼嘛？这里，维新真顶4966普瑞6278台表科，投资朋友，没有一档让你失望的，好不好？我说这些公司很有意思。为什么挂牌这么久，融资使用率不是创新低，就是创下不知道多久以来的新低呢 ？I don't know， 对不对 ？I don't know。然后普瑞的融资创下7年新低，几乎只有挂牌的时候融资才比较高，因为当时融资剩下700多张而已，对不对？哦，普瑞啊。然后回到我们最近又新教会员怎么样？新叫新会员进场一起来共襄盛举的3037的新星嘛。现在外面喊多少钱？那天我朋友跟我讲说，有人喊到3位数，随便你啦，好不好？我没有意见，我没有意见。0.99元创11季还几季的新高，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我连图都给你了，但是你没有认真去找，你只会在那边按到站，我也没办法。什么叫 CoWAS？ 我也讲过，我也知道，这一档也是 CoWAS 概念股啊，这一档也是 CoWAS 概念股，都是好不好？甚至连3443的创意也是 CoWAS 概念股。但是很多人不知道3037的星星负责提供 CoWAS 的，对不对？负责提供 CoWAS 的这个东西，投资朋友 ABF， 对不对？负责提供，而且我告诉你是独家供应。
不是下给他哦，也不是怎么样，也不是下给他哦，是下给3037的星星哦 ，Coas 哦，对不对？他是下给3037的星星，把这做这块载板，这是一个什么新的整合生产技术嘛？对不对？封装在里面啊，投资朋友，这我们就不多讲了。从31块、37块到季线，对不对？我不多讲了，好不好？讲那么多次，你有听进去吗？昨天李安，对不对？把他的目标价太久没 follow 了，好不好？之前还写50.3，欧北下下哎，基本上60几块，才一次调到76.5。套一句英文叫什么？是 truly high 啊。哦，这是这个所有同业里面，他调的是最高的，好不好？最后一点时间，我跟大家讲，这是一个钞票大贬值时代。你再不投资，我告诉你，对不对？什么都没有了。昨天跟朋友吃饭在讲，他说他们是负责房贷的，然后现在房贷热得不得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你再不去买房子啊，你的资产无法保值。你把钱放在银行里面，我刚刚讲过了嘛，之前讲的嘛，对，不知道是我影响的。你20-30年前在三重买房子。1989年买三重的房子，没几间细杂班，起码700万呐，那算涨得少哎、欸。如果你在台北市可能是1000啦，对不对？可40万应该没有很大，我跟大家讲，应该没有很大。但是你看在三重，对不对？所以包括现在连黄金都很多人要买，因为现在只有持有一个东西最倒大霉，叫做钞票，对不对？所以巴菲特讲的嘛，巴菲特。他有没有办法在有生之年看到道琼10万点？我觉得机会还蛮大的，对不对？巴菲特的健康状况看起来不错啊，就算看不到10万点，可能也看得到5万点啊，对不对？这都跟大家讲过了，好不好？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七月份我们光辉七月，非常的开心，对不对？有两档股票，光阳科，还有包括元刚都赚超过1倍以上，对不对？还有主力的台达电，台达电第二，大火车头奋勇往前。那接下来呢，对不对？我们的感恩爸爸发发专案，我希望如果你看我节目，你还没赚到钱的投资朋友，赶快把握这个机会，跟我们一起操作，祝大家操作顺利。